刚才啊，我在那个就是这个这几个楼栋这个地方照相，然后呢，过来两个大姐帮我照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他们这边的人很乐于助人，我觉得呀，就是说，当你实现了自我价值之后呢，哎，你很多时候就希望能够为社会做更多的事情，就是我们所说的公益。公益一定是在实现自我价值之后的啊。